你看我的 BB 枪，厉害吗？金色的。你要怎样动 BB 枪？先把这个东西转转转，然后呢，这个有镭射的。有镭射的，有镭射的呢，就把它这个下面这边，OK， 放了。可以这样了，打开 ，OK， 最后呢，我给没有放 BB 啊，我没有放 BB 啊 ，OK， 没有放，斜的，斜放，不要直直放，斜的。然后当你要射的时候，呢，你就拉这边。当你听到这个东西动的时候，或者是打一声的，你就可以射了。看，简单吧 ？OK。然后你要拿那个东西出来的话，按这边，按这边，OK， 你爸妈 ，OK， 拜拜。